You gotta help me disappear from all those voices that I fear, and all the moments I can handle, 'cause I'm different. You have to... 听说这边有人猿的故乡，你知道人猿是人猿保护区。人猿故乡，你知道人猿怎么走啊？什么人猿怎么走？人猿怎么走？才不是嘞！才人猿才不是这样走。人猿怎么走？这样走。我们今天要去西碧落人猿保护区，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热带雨林。然后三打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稍微比较原始一点，飞机在下降的时候，其实它绿色的地方是非常多的。它待会我们开车过去，距离市区啊大概是30分钟。三打根一定要来的景点，景点还有看长鼻猴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的长鼻猴会比亚庇近，网络上看资讯是这样子。他的鼻子那么长，多长？那么长，像小木偶一样说谎那么长。你有说谎吗？Whenever I've bitten off more than I can chew, that's when I lean on you. 原保护区终于到了，你看，那里见到一只人猿了。You put me where I need to be. 人猿。An opportunity on which I never would have asked.过人猿中心到了，还蛮凉快的哦，就是它不是不会闷的啊，因为它这里面很小啊，有一个喂食的平台，我们现在赶快走过去。然后它的规定是蛮多的，比如说你的包包不能带，把它放回车上，还有水一瓶都不行，那可能怕人员跟我们抢。相机也要另外收费、哦、对，相机一台要10块钱。可是我觉得他是怕他们把你东西拿走。哪有相机收钱跟拿东西啊？不是，我说那个水啊。对啊。听说他跟人类非常像，但他有94%的基因跟人类是非常接近。就是他的毛比你多啦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就是我刚刚说什么可能会天线有通的。你刚刚心灵交流，心灵交流，心灵交流，水乳交融。不知道我跟他之间会擦出什么火花。你想太多，因为我在想说，不知道他可不可以。你是说生？不是说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靠近他，到底有多近、啊？你想生人猿宝宝？不是，我意思是说可以跟他拍照，是比如说可以。牵着他，还是只是站在他旁边、还是说是可以抱着他？如果说可以，就是做很近距离的，接触我想要尝试看看。嗯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。整个喂食秀啊，你就是觉得它也很自然的状况下，虽然没有看到很多，有些是猩猩，有些猴，其实我分不太清，可是它就是一个很平和的味道，是蛮舒服的，跟动物园里面看到的不太一样，他们动物园的比较争先恐后。工作人员在跟人员玩，这边是在往里面走的小小的展览馆，超可爱的。
人缘可爱吗？你喜欢吗？它很好笑。真的哦，你要把它带回家吗？买一只回家好了。好恐怖、哦，我不要，它会在我的家捣乱。它刚才就是它把叶子粘出，然后它粘很多一坨，然后我它就不喜欢它，放在地上。西比洛人缘富裕中心怎么样？觉得人缘跟你可不可以当好朋友？觉得人缘跟人类蛮接近的，一样调皮。然后人缘跟我儿子很像，他们同科的吧？应该同科的吧？你也是人缘科的。而且他刚刚看到笑到一个不行，可能就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他会做，他就是很像小朋友，对，然后会做一些很调皮的事情，然后你看起来会觉得蛮可爱。人缘跟猴子比起来，他感觉上就是人缘比较好，聪明的一点。他哪有聪明？他动作很慢啊。就是他感觉比较乖巧一点。然后会做一些感觉比较近一点的事情，猴子就是感觉差不多，有点不太一样。我们刚好就是十点来看卫士秀啦，啊，看完我们就走进去他的那个展览馆里面，十点半就有一场人缘的秀。我觉得如果你来三打根啊，这边一定要来走一下，可是门票不便宜，因为人缘真的还不错，而且这个东西是富裕的，会越来越少。比较扎实的那种鱼肉，不是嫩嫩的，是比较扎实的那一种。它那个炭烤的味道很重，这块没有。然后肉是比较扎实的。四大两小吃了500块台币，你这样好不好吃？它这边叫生生 pasta 啦，英文叫做星星 pasta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它海鲜蛮好。两条鱼，两只鸡腿，花了500，其实蛮划算。而且我的感觉啦，是很多在地人来吃，不过它的卫生条件稍微差了一点。如果你来三打根自驾，可以来这边吃东西，真的非常不错。它有点像那种熟食中心，就是各自有蛮多摊贩的。然后我们挑了一间生意比较好的来吃。好，要回饭店，好热哦。有什么话要讲？可以来试试看，体验一下在。Your night heart's desire. I just wanna love you, just wanna hold you, just wanna be with you till we grow old. Please tell me you'll stay.